时代精神运动是什么？是一个提倡将永续观念推广至全球领域的组织，将全体人类视为一家，将地球视作单一体系。除非我们和平地携手合作，否则人类物种将难以生存。时代精神运动理解，诸如贪污、战争、贫穷等问题，是源自一个过期的社会制度。这些问题将永无止境，直到我们改变组织社会的方式，变成一个更科学、利益众生的经济体系，称作自然法则资源导向型经济，同时也是维纳斯计划提倡的科学系统，将资源管理智慧化，将科学技术运用极致。让金钱、政治的权力控制成为历史。想更了解时代精神运动吗？请参考纪录片《时代精神：迈步向前》，或者到 www.thezeitgeistmovement.com。